点点。三级头，等一下、啊，哎，不是，居然不是安全帽，啊？啊？啊？这是什么鬼啊？啊？啊？哎吗？哎？这个是什么角色？什么？哦啊！哼，哎，不对啊！什么？啊？是什么啦？哎呀，三个字哦！哎，哎，它就是三个字。对啊，是三个字啊！啊？我怎么画 ？What？What？What？哇，糟糕！它是三个字，它三个字是什么？三个字。我会画什么？不会打三个字啊！重点是他三个字怎么打出来？那他是怎么叫的？怎么叫？称呼啊？What the fuck say？ 哎，我画错了吗？也不是，我觉得你画错了。啊？什么？是什么？打字吗？扫描器。扫描器。什么？哦哦哦！我们可以在 X 光一直往放射线那边想啊。对啊，讲错地方了。扫描器，我以为是那个，很像影印机那一类的。对啊，我平常比较扫描器拿来 B 条码那个。对对对，好了。几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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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军刀？古棒？古棒？古棒？啊！哎呦！哇塞！棉花棒？羊肉的怎么不？羊肉的怎么了？哦！羊肉的要不要提示啊？大古棒！提示啊！哦！哦！远方的三楼。可是我们那个不叫扫描器耶。我们都叫扫码机耶。嗯，扫描器应该是算是比较大台的吧，不然就是扫描文件那一种。我们都叫 BB。哎，啊，就这样子。我刚问几个字，我就猜到。就这样啊，就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就是送分时间。送分的，连提示都不用，我就知道什么东西了。嗯。我发现我不管哪一个都很烂，都猜不出来。欸，还有神奇宝贝题啊，你不用担心。对，还有宝可梦。对，宝可梦。他只有初代的，相信你可以的。对，你还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话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啥？啊？其实他名字是用旧的。哇！哇塞！哎，哇塞！我猜对了。啊？我不知道一个字，这种。哇！什么？看不懂。哎，这猜假的，我猜对了。为什么？这什么？哇哇哇！有点神奇。我觉得你好神哦。这个很贱哎。哈？为什么啊？哈？我跟你讲，住二楼的没有的。住二楼，住二楼没有，这好像有点明显了。住二楼没有。哦。哎，不明显啊，可能没有钱啊。住二楼没有，还没来而已啦！哦，洗衣机都来了，还没有床，没有羊毛做不出来。今天来吗？这块天做好，然后还两天运送，好久，好久，我真的可怜哦。去楼上跟他们睡啊？对啊，可以休一下。对啊，对啊，躺在双人床啊。你可以去楼上找有冷气的，不要找没冷气。没冷气啊！感觉可以同跟团团睡一张床，然后拍一张照这样子。不要，你走开。然后 po 拍一支片好了。对啊。这是什么啊？错。嗯？都不是哦。啊？
哦，哇塞，我还是猜到了，那个，必定跟最近有出过的，有了中了，古代书生背在肩膀上的那一种，对对对，聂彩成嘛，那个麦当劳的那个另外一金拱门睡，金拱门睡，这我不知道，哎，唐老板哦，金拱门，我。哦，好啊，三个字，对啊，床具太多题了，真的。对啊，被单又床又床单又，对啊，双人床。嗯，什么？哦，写字，还写啊？啊，有风啊？啊？我知道。什么？秋风的味道。最后那个你竟然不知道？他有在用吗？有啊，他买的、啊。哦，我还有买嘞。那个风是禾字旁的。我想都不要写那么明显、啊、你可以明显一点啊，搞不好接得到工商哎、欸。嗯，为什么画不出来？画出来了，又是床吗？不是啦，很奇哦。嗯，这次没有背景的。我觉得你的透视好欢乐哦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他应该还没画重点吧？紧致游戏。啊？好。啊？有人猜对了，有人猜对了。不是，有了，我相信可以的。好吗？我这边也画，我这边也画。你在干嘛啦？我这边也画。你透视再好一点的话，会比较好了。没有啦，这个鼠标太难了，你给我笔，我就画给你看。好，这是什么？鼠标太难了。有可以拉线呐，你傻了哦。哦，也是啦，也是有这个可以拉线。烤肉。哦，中了。哇，什么啊？哎，真的都是大家猜不到的，你会先猜到哎。真的吗？我的想法跟你们不一样。哦。哦。我的想法跟你们不一样。猜对是通灵来的，瓷砖在家里面比较多，没有，外面也有啊，有很多都是外面，外面会贴的，对，外面叫瓦片，那个是比较早期的，没有瓦片是那个屋顶，你是冬季睡还是不一样？比较早期，你要放浴室的，对不对？瓷砖剥落，就是瓷砖剥落啊。哎，几个字？还居然有，对了。好吧，什么东西？有提示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，我猜不到啊。啊？应该画中间有人在啃苹果那样子。啊。哦。哦。哦。不是，对啊，中间那个啃苹果他是死掉了啦，啃苹果。魔镜啊，然后那个。他啃苹果还是死了，毒苹果。啃苹果那个死了是另外一个啦。没有啦。好。提示你们，两个字，砖头，这什么？蛋糕，两个字，卖块的吗？这什么？铁砖，谢谢，铁定，啊？我懂你，秋风，懂了啊！哦，哎，不对啊！哎，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？帽子吗？两个字？不是啦，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讲法。哈？哦，那叫什么啊？对不对？也是戴在头上的啊，叫什么？打错字。哈哈哈！
有人打错字哦，打错字了。那个打错字也太错字了，亏亏亏啊！真的是亏，真的是亏，很亏，很亏，好亏哦！太亏了。你也乱玩那个了，又来了，又很扯，就是不是？几个字啊？几个字啊？应该不用给提示了吧？都这样了，为什么？他虽然不念那个字啦。哦。哦啊哦，现在就是猜，就比谁打一个字吧，一个字吧。哦，哪有？对啊，啊，一个字一个字，另外，对，我们这边有一把啦，哎，哦，哎呦，嗯，可以，太好笑了。现在都要合成秒了，是不是？你要合得出来啊！对啊，要合得出来。等一下就给你画那个模组的那个合成表，我们就。你也不知道模组的背不起来，太难了啦。嗯？啊？哎？哦。啊？哎？啊？这蛮明显的啊。这个叫什么啊？有种讲法。哦哦，还看不出来吗？嗯，有了。我想说，你请打错字，你请 S 哎呀。你是请 S 啊。要有 Superman 的感觉，代表是个 Superman。你请 S 哎，那不是那个。对啊，就是那个。嗯。哇！一看大家就猜九哎，耶！谢谢啊！这个之前有题库的，那个是比中指，然后那个灰指甲，那个涂满的东西，那个涂满的东西，这个啦，涂满的这个啦，几个字啊？三个字啊！灰指甲。我少一个字，不是啊，真的，不是灰指甲，被打到手发青，然后指甲灰掉，啊，没了，比中指是不是？对，那是九啊，太好笑了，刚一开始就猜不猜，结果三个字。按一下。拼。拼了你。要合成是不是？应该不是吧。没有。哎、欸，猜中了！哇塞，你真的是。猜到的。太会了吧。哦。嗯，有了。哦，好，可以。这个没问题。结束啦！结束啦！播广告啦！广告好，广告，我终于有摆脱最后一名赢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啊，换题呀，啪，要换题，我要去厕所，有来个 Pokemon 吧，去厕所，真的要宝可梦了，宝可梦啊，这种第六四种啊，就最后一个是宝可梦，对啊，压走了。压走，吓到会 kiss 笑的。240分哦，压走了。来，给大家满满的宝可梦。要加班了，。对，满满的。来贴了，我去厕所。宝可梦分数可不可以低一点啊？感觉很难的、欸。不用啦，有我在。那有 Pro 级的，有 Pro 级的在。